Hey, 各位大家好，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 Logitech K380 的键盘。那这个键盘特别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有这个 F1 F2 F3 的功能，那它是蓝牙的配置，你只要在一个任何一个键呢按久一点，它灯开始会闪亮，这个时候你在你的 iPad、 iPhone 或者是桌上型的 Windows 或 iMac 电脑上面就可以进行配对，那就这样子啦，非常好。